今年的学生全国美术比赛呢，每个县市呢有六个小朋友在各组里面呢要参加现场的决赛，那这对同学来讲会是一个比较艰辛的考验啊，因为现场比赛呢，他给你一张对开的宣纸，对开的宣纸，那好，大部分的小朋友呢，习惯写四开，也就是对开的一半，130几公分，这是对开，那而且呢，上面是没有格线的，小朋友，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画格线，或者是用折纸的方式，来让你的每一个字呢，在整篇作品里面看起来是很舒服的，所以呢。老师要教大家怎么样在这我们的题目呢有28到40个字怎么样去因应你抽到的题目折出这个理想的格线来。好，我们先来看看老师呢把大家的这个折纸呢分成四种也就是呢一行看下来呢有12格、13格、14格、15格这四种折纸的方式，那讲义呢，大家呢可以印出来参考。那老师现在就来示范这四种这个格线它的一个折纸的方式。好，第一种呢是12格的折法。好，12格呢是偶数，偶数的呢是比较方便比较好折的。好，拿到纸张之后呢。拿到纸张之后，我们先把它接近对折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师并不是真正的对折在上面呢大概留下2公分的距离那因为呢要让天和地呢是不一样的长度，我们在书法的一个布局上面呢，通常天会比地大。好，然后呢就可以。在下边压出线来，这时候一张长长的纸呢被我们切成了两半，也就是2格了。接下来我们再折过来，折过来的时候呢，要记得留下天地，这个就是地最下面的空白，这个就是天最上面的空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天是比地大呢，大概1-2公分左右。好，这边留下天地，然后再压下去，这时候已经是4格了。那再来呢，我们要折12格，4怎么变12呢？把它乘以3所以这边呢要给它3等份。3等份怎么折呢？就是呢我们把纸翻过来大概抓一下，这里的距离跟这里呢差不多。这时候先不要急着压我们再把它翻过来。翻过来呢把它给推紧紧的让它内部非常的紧，压下去。那在这一个厚厚的这一层纸里面呢，其实呢它就有12格。好，那这时候翻过来，再把天地在这条线给折出来，我们12格的一个折纸就完成了。好，我们来看看天和地这边2、4、6、8、10、1212个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纵线该怎么折呢？也就是我们总共要折3行，折3行它是奇数所以这翻过来呢不要对折翻过来之后要先把边给抓出来。好，边边的这4条线这4条线还要把它对整齐，抓好了之后呢，翻过来，抓到最中间的地方，把它往两侧拨出来。好，那我们的边呢，大概拉出2公分左右的边。好，边抓出来之后呢，中间的部分我们要3等份。好，3等份刚刚有讲过，老师再说一次，怎么3等份呢？翻过来，好，看看这一边的距离跟。这一边是差不多的，
这时候呢，再翻一次，把里面呢塞紧紧的，这时候从中间往两侧压出线来，这就是三等份。那么我们把它摊开来之后呢，摊开来之后，它就有一条、两条、三条，这是十二个的折法。那小朋友摊开来写之后要记得啊，上面留的空地要比最下面来的大，这个叫天比地大。那手去摸摸看，粗粗的跟滑滑的，这个摸起来的感觉不一样，滑滑的是正面，粗的呢是背面，要在正面这边写书法，写在宣纸比较滑的这一面，才是正面。这是十二个的折法。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十三格的折法。十三格是奇数比较麻烦，不过没关系，我们有十二格的基础之后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好，在想法上呢，就是我们折出十二格，那留下一点空地，就是十三格。好，我们先把第十三格的空地先留出来。好，所以空白的十三，在拉过来的时候呢，留下一格，这一格呢通常留大一点点，因为天比地大，留下一格的距离，然后压出线来，压线记得从中间往两侧压漂亮，要不然写的时候看不清楚。好，这时候两格了，再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呢，记得留下地，翻过来留下地。这时候我们已经四格了，接下来怎么变成十二格呢？三等份。好，看一下，抓一下这两边的距离要差不多，然后把它翻过来，塞紧紧，压开来。好，这时候呢，我们这一条厚厚的这一条里面呢，已经有十二格了，再把它翻过来之后呢，一压，这个地就跑出来了。然后呢，再翻过来一压，这第十三格跑出来了，天也就有了。所以十三格呢，整个想法呢就是折十二格，但是呢在事先呢留下一格的空地，当做第十三格，十二加一。介绍十四格的折法。十四格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我们不留天地，不留天地，直接折十六格，那第一格就当作天，最后一格就当作地，那中间就十四格。那十六格太简单了，它我们来看看。好，先把它给对折，对折呢就两格了，再对折，这线压出来四格，再对折八格，再对折十六格。好，最上面是天，最下面是地。更厉害的同学呢，如果你熟练了呢，你在对折的时候呢，这边天地可以留不一样，那在折过来的时候呢，你甚至也可以控制你天地的长度，熟练之后的同学呢，你再去做这样子的尝试，这是十四格的折法。十五格，十五格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先留下一格当天，然后下面呢折十六格。好，十六格我们很熟悉的，那十六格里面呢，一格当地，那中间就是十五格。好，我们来看看，老师从头折一次给大家看。好，空白的宣纸，那折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留
一格堂天。这时候天呢，恐怕留小一点哦，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啊，一行里面的字很多，你的格子会变成扁扁的长方形啊，要小心啊。好，留一格当天。接下来对折，对折的时候把天呢留出来。好，这时候里面已经四，再对折。好，压线的时候记得是从中间往两边压开来，八，再对折，用中间往两侧压开来，十六。那要记得把天这一条线给折出来。好，所以天，然后再加上里面的十六格，好，那十六格最下面当地，中间就是十五格。好，祝大家比赛顺利，获得很好的名次。